这边就这边给他。左手猪脚或右手右手都可以哈。真的猪脚。我来展示一下医疗过程。首先是要拿关羽的整只手用清水洗干，将它泡到我的祖传妙药之中，泡满7个小时，再将其取出，再用火机将它烤干。厉害厉害，到了。你还要再一下。哎，好，这威力蛮大，但是不痛。不要看我脸，像很强那样子吗？还是就是很就是觉得自己很投入，投入会比较好笑，是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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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棒，你刚刚啊，可以，好，冲一把，绕晕冲一把，特别给六位少侠冲的，是啊，是啊，哇，哎，看起来真好喝哎，这是哈库纳马塔塔茶，喝了有静心安神的作用，是特地招待六位少侠的，你说这是。苦恼茶的茶，是啊。先看一下，走马超前，看起来好好喝哦。有时候你是故意的往前递茶，因为他们要拿的嘛。哈，来来来，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完了，对啊，对对。好，介绍光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导演。明天7:30出发。哎，装个款就行。这世界很酷。